干嘛呢？后面有两个人贩子，他们要抓我啊！要抓你啊？是啊，他说要把我抓跟小孩去卖啊！快点救救我啊！你先去那边躲起来。那边呢？啊，你一定要救我啊！啊，对对对，等一下我把他们支开。那么恐怖！哎呀，这个死头娘啊，跑那么快啊！哎哎哎，翠、哎、东，嗯，哎，你们干嘛的啊？有没有看到个女的？对、哎、对，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背着一个小孩，对，看到了，看到了啊，看到了，在哪里啊？往那边走了。哎呀，真的是，跑得可快了，你们赶紧去追吧。跑那么快，真的是抓到他，真的是要给，要叫他给你生十个八个儿子。腿先把他打断，看到，跑，跑，走，站住！那么恐怖啊，还拿着个叉呢。哎，美女，过来。哎呀，大哥，他们人呢？我把他们支开了，往那边走了。还好啊，还好遇到你，救了我啊。那他们干嘛要追你啊？我老公跟我离婚了，我想着回娘家住一段时间，没想到娘家那边都不让我进门，然后我就只能四处流浪了。没想到遇到那两个人贩子啊，说要把我小孩抓去卖啊，他追了我两个山头了。那么恐怖，现在法治社会了，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是啊，还好遇到你啊，谢谢你啊，大哥。那美女，那赶紧走吧，你往这边走，他们就追不上你了。走啊！啊，我往哪里走啊？往这边啊。这里是哪里啊？哎呀，那你没有地方可去啊？有没有亲戚这里附近？没有啊，我都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哎呀，那这样逃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难道让一个孩子跟着你受苦受累啊？是啊，关键是等一下那人贩子找不到我的话，他们会不会返回来追我啊？那干脆这样了。你先去我家喝口水啊，然后我弄点稀饭给你吃，然后再做打算吧啊。去你家啊？我家就在前面那里不远的。你不会跟他们是一伙的吧？怎么可能呢，我就是这个村的，而且我是这个村的村长，你放心好了，我不是坏人。哦，原来你是村长啊。啊，那真的是谢谢你啊，还感谢你了。那赶紧走吧，往这边走啊。哦、啊，就在前面了。哎呀，美女啊，这里就是我家了。先去我家喝碗粥再说啊。那就麻烦你了。妈，开门。来了。哎，儿子回来了。啊，回来了。哎呦，这个人哪里来的？哎呀，都不像我们村的。不是我们村的，老可怜了，刚刚被坏人追啊。坏人追啊？啊，原来我救了他，现在啊，我先带他回去喝碗粥。儿子，你做得好。哎呀，姑娘啊，你受委屈了，干脆这样吧，先进我家吃碗粥，吃了粥再做打算吧啊。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看我老公跟我离婚了，他不要我了，我想着回来投靠娘家，没想到娘家也不要我，还好遇到你们这个好心人呢、啊。哎呀，没事没事，先进屋吧。好，来，哎呀，这个女人真可怜呐、啊，我们一定要好好带她。哎，对。宝宝啊，妈妈带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重新生活啊，在这里住了这么久，吃喝拉撒都是他们照顾我们呢、啊，再住下去啊，我也不好意思了。真的是谢谢他们。小林，哎呀、哦、你干嘛，你这是又走了吗？燕妮啊，我在你们家住了这么久，我也不好意思再住下去了。哎呀，其实啊，我一直都把你当成一家人来看待了，再说你现在走去哪里啊，娘家又不能回，而且啊，你在这里人生落地不熟的，你一个人无依无靠的，你怎么生活啊？我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这样长期住下去也不好啊。你看小孩的奶粉你们给我买，尿不湿也是你们买，什么都是给我买好的。哎呀，干脆你就一直住在这里吧。儿子，哎呀，你看你儿子都没结婚，我长期住在这里啊，人家村里面那些人议论纷纷的，对他影响也不好。干嘛？其实我不瞒你说，我儿子把你领进门了那一天开始啊，我儿子啊就已经开始喜欢上你了，只是他不好意思说。妈，乱说什么？再不说小林就要走了。什么走了？你就没有机会了。走去哪里？我长期住到这里感觉对你影响也不好，再说了你都还没娶老婆呢，我就想着带着小孩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生活。哎呀，走什么走，我们早就把你当做自家人了。对呀、啊，诗云，我也知道我们这个家穷，配不上你，怕你嫌弃，所以啊，我儿子啊，一直就不好意思开这个口。
前妻倒是没有，我就是怕我给你们带来麻烦。说什么嘛，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又善良又孝顺，而且啊又勤快，我其实啊早就把你当成儿媳妇一样来看待了，只是不知道我这个儿子有没有这个福气能娶上你这么好的的女人做老婆呢。我都是一个二婚的女人了，还带了个小孩，我配不上他。我不介意，我不介意。听到没有？真的吗？真的，只要你愿意就行。我现在我还怕找不到老婆了。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你也知道我儿子的为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为人吧？也是，他人挺好的，对我好，对小孩也好，给人的感觉就是踏实可靠，适合过日子。只是我觉得我配不上他。妈，快点抱你的孙子啊！还有什么配不配的？来。其实啊，我们早就把你当成一家人来看待的，放心，这个孩子的话我们也会把他视如己出一样来看待的，你就安心的住在这里吧。那行，那谢谢妈。哎，那这样行不行？明改天呢、啊、我们就去领证，我们家里面你都知道也没什么钱，到时候啊我们领了证以后，我们就简简单单的拜个堂然后就行了。哎，那行，你放心吧。其实那些家务活什么我都会干的，我也不是那种物质的女人。我相信啊，以后我们两个共同努力啊，这个家肯定会越过越好的。哎，对对对，儿子啊，看来啊，以后一定要得多做好事。你看吧，现在啊，白捡了一个老婆回来，真是天赐良缘呐、啊！来来来，我赶紧抱孩子进去，我做饭给你们吃啊！哎，来来来，老婆啊，那我们也回去了啊。好，那我们有时间就抓紧加加班，也生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哎，行，进。